然后它还款的是这个我们去年前年的夏天，就每个夏天我给我自己孩子都有在用的这个美国欧比信的一个驱蚊滚珠，然后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属于小小的，就是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来我要暴力给拆一下。它这个是很小很小，就放在哪里都不占地方。它最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可能会容易找不到。但是这一次就是今年的，他们所有的都会上面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动物图案的一个防丢的一个小挂绳。这样子的话，你比如说挂在包的边上，你就直接这样子挂在包这边，然后小朋友的书包啊或者大人的包就哪里都可以把它挂上，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丢。然后这个它的驱蚊的话就是属于很健康的，因为它是孕妇啊小朋友啊都可以用，它这个又可以驱蚊，然后止痒的效果也是超级巨好。我自己和我孩子都一直有在用，其实我出门的时候就比如说在这个手腕上这样擦一下，然后就裸露在外面，我都是小面积的擦一下，不是说皮肤的每个地方都给它擦得满满的，它就有一点点味道就很好，就已经足够了。然后它的味道是属于那种淡淡的，一点都不刺鼻，就有时候那种有一些驱蚊的产品它的那个刺激味道就太大了，就是你一擦就感觉整个人就闻到的味道就不太好了，这个的话不会。然后就这样小小的一瓶，就推荐你们可以多备一些在家里，就是很有用，一整个夏天都可以用。